硫胺是什么？硫胺也被称为硫酸铵，它是无色结晶或白色颗粒，无气味，280摄氏度以上分解。水中溶解度0摄氏度时70.6克，100摄氏度时103.8克，不溶于乙醇和丙酮，相对密度1.77。硫酸铵主要用作肥料，适用于各种土壤作物。还可用于纺织、皮革、医药等方面，生物学上的用途也很多，多用于蛋白纯化工艺方面。因为硫酸铵属于惰性物质，不易与其他生物活性物质发生反应，在纯化过程中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蛋白活性。另外，硫酸铵的可溶性极好，可以形成高盐环境，为后续的高盐纯化做准备。